那接下来是第二个故事，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设定啊。这个故事呢，刚才我们已经用淘宝的这个 AI 换家的这个方式，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新家。这个家就是许魏洲的家。然后呢，他搬新家呢，他就邀请了娜扎和其他的一些朋友来家里聚会。周周和娜扎他们互相有好感，但是他们没有说破。好，希望大家可以加油啊！来准备开始你们的表演。哎，静怡，哎，上次你是说什么来着？哎，有人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哎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！稍微等一下，来，迪哥，那个这不是他家，他租的一个租的轰趴馆，欢迎光临，都是群演，欢迎光临，我真是八辈子没听到。好，请继续，欢迎光临。Hello， 周周，哎，恭喜你搬新家了，这是我送你的乔迁礼物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娜扎送的是什么呀？也是香水吗？那当然不是啦，我送的就是香水。哦，我不太关心，那要不你就……啊，对，别急。好，哇，怎么刚开始演场上就这么拥挤啊？好，来，文静。女朋友是他安排好的，然后故意过来挑衅一下。女性朋友，哎，女性朋友是他故意安排好的，然后故意来挑衅一下。啊，没有那么复杂，没有那么复杂。你小心点，这个女性朋友怪怪的，她跟苏妲己有点像。啊，弟弟有吗？没有啊，往下来，继续往下。那快进来坐吧。娜扎，要不坐这边来吧。啊，我和他们不太熟哎。啊，你们出去，静怡。那我坐这里吧。啊，你坐那边吧。来，你坐我这边。好的。哎，对了，大家都想喝点什么？我都可以，哥哥帮我挑吧。哦，哎，娜娜，你想喝什么？你平时喜欢喝什么？我喜欢喝柠檬水，补充维 C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救命！女生的心思就是等着对方的读唇语，补充维 C， 就他算对方会说什么，等着补充维 C， 就故意制造这种巧合。来，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两个人惺惺相惜，马上接话，我爱喝维 C， 那个人说我也觉得，就是我们两个有共同的喜好。哦，再完整一点，来。哎，来，然后后面来，啊，女生先问他，那你喝什么？他先了解对方，要再读唇语。没有读唇语，就是他呢。其实，在别人问他要喝什么的时候，这个女生其实非常在乎对方的感受，是你喜欢喝什么。一个是多了解对方，另外一点其实也是制造默契的可能性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一分加给迪哥啊，好不好？加给迪哥，耶！迪哥，你看一路歪打，居然正着一个。好，继续往下。哎，对了，附近有一家餐厅特别好吃，叫六口水，是不是？我也知道这家店。那，我不知道，好吃吗？好吃啊。那这样，下次我带你一起去，我们可以多点几个菜。好啊。我觉得娜扎姐姐还是赶紧找个男朋友吧，我身边特别多男生朋友给你介绍给你。姐姐这么优秀，他们肯定不介意姐弟恋的。我哪里优秀啊？我一点都不优秀，我经常犯迷糊的，这谁受得了呀？你说对吧？是啊，上次你把手机落在我车上，还是我帮你收拾的，太笨了。你，好难受啊！我们看的是，这样。哎，实在不行，让他们挤挤，你进去坐，你参与一下，你要不要加入他们这个轰趴？答题就答题，你急什么呀？真的急了。那个戳他头，看得好气是吧？小迷糊，再戳他头，对，戳他头，然后先碰他。这个他们后面确实是有可能会有重点的信息，所以呢往下看。但刚才你们那个其实是有道理的，就是男生会知道说上次他把手机落在我车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往下。太笨了。喂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上次你不怎么了？
哎呀，不想在别人前面说你了，算了。啊，来，东君。两个人刚刚的对话的逻辑啊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不想在外人面前说你了，表示两个人更加亲近，比你们更加亲近。就他们有专属于他们两个的对话的秘密，小秘密的小秘密。对，这个是好。东君回答正确，积一分。有这么多心思直接表白不好吗？挺累死我了，又点脑门又上回又坐车的，你就说你人生重在过程，又手机的又车的啊。我们继续。要不我们来唱歌吧。好突然。好啊，那我们来唱歌吧。哎，对了，娜娜，你先点首歌吧。好啊，那要不就唱这一首吧，但是我唱歌总是会破音，你可以带带我吗？好呀，我跟你一起唱。好。恋人未满，这歌很刻意，故意的是吧？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？为什么才道别就又想见面？在朋友里面就属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哇，好好听啊！我们以后会远。哎，有人扰民。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。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；再勇敢一点点，我就跟你走。不过三个字，别犹豫这么久。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好难唱，在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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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们不要起哄了，今天就是来庆祝周周搬新家的啦。其实啊，也可以是我们搬新家。好，现在是那个轮流作答啊。刚才歌里面肯定有心思嘛，看谁能说中啊，尽量能够跟导演组的措辞一样，就越接近越好，好不好？哎，他有没有心思是他请了这个讨人厌的？对不起啊。哇，这好直白，对，是吧？太过了。你应该说剧本讨人厌，剧本里面讨人厌的这个角色，来激发起娜扎，激发他的斗志哈，斗志，对，就把他请过来呢，当一个助攻。没有。来，然后来，首先这首歌是恋人未满，中间歌词有很多牵呀、打呀，然后两个人距离越来越相近，到最后恋人成为恋人。丁程鑫一开口说的第一个几乎和导演组的设定是一模一样，答对了90%了。先用这首歌的歌曲选择来表达当下的情境，再用歌词当中的表达制造自然而然的肢体接触，这个心思。所以呢，丁程鑫再加一分，祝贺！也谢谢我们的三位演员，谢谢周周，谢谢了，谢谢娜扎，谢。好，那么这一轮呢，最后的总分呢，是我们庄琴腔呢答对2题，问心有愧呢答对3题，扎威心呢答对3题。好，祝贺。